也想杀了我，然后夺走他。我没有想要害。元仲与神手已经血脉相连，合二为一。神之左手需要元仲死。或许他的存在本就是罪过吧。神与魔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？一念成神，一念成魔。人无善恶，善恶存乎而心。我是人心所生，你斩了尽。重如是因，收如是果。若我是错了，所有后果我愿承担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可以啊。